本来这个名字再爆出来，观众的印象很深了。谢谢啊，公司对你。我记得第一次上通告就上小哥的节目。是啊是啊。我刚那次算是摘星了，后来那哇，头一摆的对，电视的头一摆啊。我回去啊，妈妈甲姐姐来甲我问讲啊，咱甲你问啥？哦。我唔知呀，我落都拢未记。哇，落来，都叫蒙上，拢未记了了。忘记了。哦，太紧张，一回生二回熟。嗯。这次就放轻松一点，聊聊天。比较。嗯。较紧张，较未紧张，唔是未较紧张。那次我也是知道，一个新人来讲，后来回去以后，大家生活在这个赶快的收窄嘛。嗯。翻翻报纸一看，哎呦，开始动起来了。嗯。更高兴的是，看到有一天那个大篇幅了。我们杨丽花什么呀？杨团长说：“这个噪音啊，不是臭的，潜力是无限，打个电话回家吧。”以前的宣打片，说到我们杨团长，不是青菜人都会上去有看到的呢。杨团长既然拜他为师，有没有去过他家？还没有啦，都还没有。那例如阿拜我都有好奇啊，像我们这些资深的艺人才有机会去过他家打牌。不是咧，操蛋！迄人先讲就是先讲，所以俗语讲了吼，少年啊，少年你都出拍拼，食老你都叹名声，就是。去因兜要去民宿，去骑矿门车咧，真。是是。哦，那遮大个厝啦。你去骑，还是搞袂哈？个右转指示，挖大金的，你唔知吼。真的哦。去了礼拜，一道又一道去了他家，刚才那门开的瓦古。是下面人讲啊，我们是我跟江慧，我们来打牌了。嗯，好，听到声门都主动开哈，嗯，我天门真大呢，看到没有？先看到盆景，嚯，一盆讲九百万的呢，榕树啦，嚯，什么榉木啦，黑紫檀啦，几，那他逗得不得了，那一盆破掉就赔不起了，大家拢在休息嘛，喏。嘿，你我忙。休息，泡提子。吼，对，好恁来啊吼，桌啊已经超好势啊，就这样。啊，今仔日会请，阮知影你无啥爱拍牌，无讲拍偌大，敢是啊姊啊，你着多包涵一下，好好啦。伊着无讲拍偌大，无安尼啦，十万底好啊。姊啊，哦，你是爱外姓啊？嗯，那你讲滚笑，你嘛真出名，他妈反正是差回啊尔，我安尼也好，踮边啊看你着知。真个，做我讲的，少年你都拍拼吼，嫁了你都出名，因阿婆唔是操蛋。夫妻两个都有专业，一个是歌仔戏，先生个是医生，很出名的。哦，也才讲啊，那个两个再结合起来，那还得了啊！那我们看一个无啊无简单，打电话，哎，杨大姐在吗？啊，今嘛伫个即个夏威夷。哎呦，你把听过旅行团经过夏威夷，都算一个指标了。拿了旗子，台湾团这样好，右转，大家眼睛往右边看，啊，叫去看上一个，这都是咱台湾游的欢迎到啊，好好，代表风景观光的点之一呢。啊哟，你安尼去有看到不得了啊，后摆去恁到变数还骑好多摆，闷了，三喜美的话，哇，啥三喜美啊？哇，还不得了，上少三架以上迄个多点。不要啦，我讲笑，我是讲玩具车。啊，不过是个真的，这个杨团长看中了，一定有特色。大概我们了解的哈，对你来讲早就已经很能够胜任嘛，譬如讲多妈屌啦，啊，什么七迪亚啦这些，第五季的瓜奥迪。我们才是面试多妈屌。啊，你们怎样？哇，对，年纪还小的。我们常常看到那个歌仔戏都会打字幕，现在唱的是什么调？还是什么叽叽叽歌，这是有什么调？这是什么？很多种调子不一样的。嗯，拍谁能把它搞我？不要紧啊，我不要讲。掉边要黄历点照应。放冒过来。说到黄飞啊，其实你都是几点的？他好像刚刚观众很亲切啊，怎么讲？几款了这样是很深色，但是这个人呢，啊，看他。很避暑的地方啦，好让人印象就好。我听了，我讲我就怂哎。哎，不，而且我发现你的特色，你喜欢头发啊后尾几撇造型师喜欢我弄这样子，对。是啊，造型师啊，有的时候有没有放两边？没有。还是冲天炮？我很想。不要。我懂了。
我都好一遍了。哦，这也好。你跟那个是啦，跟我一样。干脆就跟人家不一样。我们走一个形啊，你走了一半又改来改去，观众反而没有印象。嗯。你规矩的是会看个调对吧？嗯。啊，一号再来改。嗯，这是厉害的地方。小哥，可不可以问你一个问题？啊好啊，可以来问。我刚问你的问题，你还没有回答我。哦，我的问题你要问哪一个？我哪去有浪过？你别都想问我啥？我跟我爸安尼，我刚刚看，你来搞你。啊，你要爸安尼哈？啊，你啊，你问我这个，我的浪过的话，你没给我讲，只有四个字形容，很难恭维啊。跟火药说好。什么歌都难不倒的啦，谢谢。还是真好听的，谁听啊？电视台边啊，电视边啊，看到你的演出了，哎，早跟他唱外歌，我真欢喜。嗯，是是是。说到这新的一年里啊，啊，自己有没有什么新的一点计划？起码已经也在讲发芽期过了。嗯。刚才当进灰彩礼的盆啊来的，嗯，已经爆给啊，就是代表观众接受了，对，销售量开始了，那么就可以轻松一下了。今年新的一年，刚好准备要交个男朋友调剂调剂。交男朋友？交一个男朋友啊？我先问到我一个男朋友啊。啊？已经有一个啊？哇！我先问到我一个。先问到有一个啊？哇！哎呦，安尼真嘞。像徐明伟。那你现在是皇妃了。对，出去有知名度了，那他应该更宝贝你，更保守你啊。没啊，赶快呢。赶快哪里啊？小一回次数有没有增加？增加次数。假崩了，要毁了。现在减少了。不是还减少啊？没有以前在，因为在等多来跟你共拍。你看这到底高雄是大家大刚见面，啊，今晚因为起来台北的。哇，反而相隔的时间多一点了。哇，但是一年五咱的通电没通勤吧？有。啊，你要多多保重哦。啊，那我下面哈。查甫意图不明啊，接近请吃饭，你得赶快出去，也嘛也是会交代。不，这个有可能，还有一种就是用亏，嗯，就是讲啊，我知啊啦，你即马我刚刚看了你的电视，越来越红啊啦。我想讲咱早班吼，哈，没有以前那样，真是叫我要掉。头前拢无像你安尼讲的。恭维哈。所以我讲你也不要那么就喜欢爱情。恭维欲擒故纵，但是。就是那男性的气魄，无要讲，我求你卖变心，不爱安尼讲。没啦。调刚刚安尼升级了，升级了呢。你听得出来？你喜欢那样。哎，这个时候怎么办呢？假如我们也想要安慰他这种不安的心，你用安慰什么方法？不会，其实不会。我讲没啊，我也没变啊，我嘛是同款的啊。是啊，嘛规矩摸你嘛知啊。什么话？头脏啊，就是讲作秀的是不是？对吧？我讲你惊啥？我心你敢不了解？对。要多给他们安慰一下。还有一种现象，我们一直在社会里一直在努力工作，一直窜红的时候，会发现你的另外一半呢，好像没什么，一直在原地啊，也会觉得是一种距离呀。会吗？某人昂起来了，反而跟男朋友或者女朋友说，我们好像距离越来越远。我讲什么你也，好像我的世界已经更开阔了。我们就稍微啊，就到这儿，我永远会记得你。某人安内呢？会吗？假如你真的有这个感觉。对方都跟他博什么进步的时阵，进步是台语也不是日语哦，进步是进步，千万不要说，我讲的是台语哦，就对方没进步的时阵啦，没吧，没想我长呢，应该是没啦，你那个巧，我想我长的，还没想到这么远的，哦，我嘛是讲台语的，啊，是什么意思？哎，这回马枪。我讲进步，你敢听？你敢听？进步。进步啊。进步啊。进步，是进步啊。嗯，不是。对啦对啦，你不为进步的拍片啊？是啊。啊。我唔捌。进步的九九嘛，都是那个意思。